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今天继续我的水彩挑战100幅，这是第25幅了。这个植物叫彩叶鱼，彩叶鱼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态。我画的这个，它的名字叫草莓之心。这样就画好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我哦，谢谢大家。